维摩诘所说大圣经卷下香积佛品第十。于是舍利弗心念，日时欲至，此诸菩萨当于何时？时维摩诘知其意而欲言，佛说八解脱，忍者受行，岂杂欲食而闻法乎？若欲食者，且待须臾，当令汝得未曾有食。使维摩诘即入三昧，以神通力示诸大众上方界分，过四十二恒河沙佛度，有国名众香，佛号香积，今现在其国香起，比于十方诸佛世界人天之香最为第一，彼度无有声闻辟支佛名，唯有清净大菩萨众，佛为说法，其界一切皆以香作楼阁，经行香地，愿缘皆香，其实香气周流十方无量世界。时香积佛与诸菩萨方共坐时，有天子皆号香严，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供养香积佛及诸菩萨，此诸大众莫不目见。时维摩诘问众菩萨：诸忍者，谁能制彼佛梵？以文殊师利威神力故，贤皆默然。维摩诘言：忍此大众，吾乃可耻。文殊师利曰：如佛所言，勿轻未学。于是维摩诘不起于座，居众会前，化作菩萨，相好光明威德殊胜，蔽于众会，而告之曰：如往上方界分，度如四十二恒河沙佛度，有国名众香，佛号香积，与诸菩萨方共坐时，如往道彼，如我辞曰：维摩诘起手世尊足下，智净无量，问讯起居，少病少恼，气力安否？愿得世尊所识之余，当于娑婆世界施作佛事，令此要小法者得弘大道，亦使如来名声普闻。时化菩萨唯诺成命，即于会前生于上方，到众香界，离彼佛足，白言：维摩诘起手世尊足下，智净无量，问讯起居，少病少恼，气力安否？愿得世尊所识之余，欲于娑婆世界施作佛事，使此要小法者得弘大道，亦使如来名声普闻。彼诸大士见化菩萨叹未曾有，今此上人从何所来？娑婆世界为在何许？云何名为要小法者？即以问佛。佛告之曰：下方度如四十二恒河沙佛度，有世界名娑婆，佛号如来正觉释迦牟尼，今现在于五浊恶世，为要小法众生敷衍道教，彼有菩萨名维摩诘，助不可思议解脱，为诸菩萨说法，故遣化来，称扬我名，并赞此度，令彼菩萨增益功德。彼菩萨言：其人何如乃作是化？
得力无畏，神足若斯。佛言甚大，一切十方佛度，皆遣化往，施作佛事，饶益众生。于是相接如来以众香钵盛满香饭，与化菩萨，使彼900万菩萨俱发声言：我欲以娑婆世界供养释迦牟尼佛，并欲见维摩诘等诸菩萨众。佛言：可往，摄汝身香，无令彼诸众生起惑着心。又当舍汝本行，勿使彼国求菩萨者而自彼耻。又如于彼莫怀清净而作爱想，所以者何？十方国度皆如虚空，又诸佛为欲化诸要小法者，不尽现其清净度耳。十化菩萨既受钵饭，于彼900万菩萨聚，成佛威神，即维摩诘力，于彼世界忽然不现，须臾之间至维摩诘舍，使维摩诘即化作900万狮子之座，言好如前，诸菩萨皆坐其上，使化菩萨以满钵香饭与维摩诘，饭香普熏毗耶离城及3000大千世界，使毗耶离婆罗门居士等闻是香气，深意快然，叹未曾有。于是长者主月盖从84000人来入维摩诘舍，见其室中菩萨甚多，诸狮子座高广严好，皆大欢喜，礼众菩萨及大弟子却住一面，诸地神、虚空神及欲色界诸天闻此香气，亦皆来入维摩诘舍。时维摩诘欲舍利弗等诸大声闻：忍者可食，如来甘露未饭，大悲所熏，无以现意食之，使不消也。有一声闻念：是饭少，而此大众人人当食。化菩萨曰：勿以声闻小德小智，称量如来无量福慧，四海有劫，此饭无尽，使一切人食团若须弥，乃至一劫犹不能尽。所以者何？无尽戒定智慧解脱解脱之见，功德具足者所食之余终不可尽。于是钵饭悉饱众会，犹故不似。其诸菩萨声闻天人食此饭者，深安快乐，譬如一切要庄严国诸菩萨也。又诸毛孔皆出妙香，亦如众香国度诸树之香。尔时维摩诘故为不知，问众香菩萨：香积如来以何说法？彼菩萨曰：我度如来不以文字说法，但以众香令诸天人得入律恒。菩萨各个坐香树下，闻思妙香，即获一切得藏三昧。得是三昧者，菩萨所有功德皆悉具足。彼诸菩萨问维摩诘：今世尊释迦牟尼以何说法？维摩诘言：此度众生刚强难化，故佛未说刚强之语，以调伏之，言是地狱，是畜生，是恶鬼，是诸难处，是愚人生处，是身邪行，是身邪行报，
是口邪行，是口邪行报，是意邪行，是意邪行报，是杀生，是杀生报，是不逾矩，是不逾矩报，是邪淫，是邪淫报，是妄语，是妄语报，是两舌，是两舌报，是恶口，是恶口报，是无意语，是无意语报，是贪嗔，是贪嗔报，是嗔恼，是嗔恼报，是邪见，是邪见报，是牵令，是牵令报，是毁戒，是毁戒报，是嗔恚，是嗔恚报，是懈怠，是懈怠报，是乱意，是乱意报，是愚痴，是愚痴报，是结界，是持戒，是犯戒，是应作，是不应作，是应知，是应断，是障碍，是不障碍，是得罪，是离罪，是净，是垢，是有漏，是无漏，是邪道，是正道，是有为，是无为，是世间，是涅槃。以难化之人，心如猿猴，故以若干种法治愈其心，乃可调伏。譬如象马龙力不调，加诸楚毒乃至彻骨，然后调伏。如是刚强难化众生，故以一切苦切之言，乃可大律。彼诸菩萨闻说是已，皆曰：未曾有也。如是尊释迦牟尼佛，引其无量自在之力，乃以贫所要法度脱众生。斯诸菩萨亦能劳谦，以无量大悲生使佛度。维摩诘言：此度菩萨于诸众生大悲坚固，诚如所言。然其一是饶益众生多于相机百千劫恒，所以者何？此娑婆世界有十世善法，诸于净度之所无有。何等为实？以布施摄贫穷，以境界摄毁尽，以忍辱摄嗔恚，以精进摄懈怠，以禅定摄乱意，以智慧摄愚痴。说除难法度八难者，以大圣法度要小圣者，以诸善根即无德者，常以四摄成就众生，是为实。彼菩萨曰：菩萨成就极法，于此世界行无疮游，生于净度。维摩诘言：菩萨成就八法，于此世界行无疮游，生于净度。何等为八？饶益众生而不忘报，待一切众生受诸苦恼，所作功德尽已施之，等心众生天下无碍，于诸菩萨视之如佛。说未闻经，闻之不疑，不与声闻而相违背，不计彼供，不高己利，而于其中调伏其心，常行己过，不送彼短，恒以一心求诸功德，是为八法。维摩诘文殊师利于大众中说是法时，百千天人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千菩萨得无生法忍。菩萨行品第十一。是时佛说法于安罗树园，其地忽然广博严饰，一切众会皆作金色。阿难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缘有此瑞应？是处忽然广博严饰，一切众会皆作金色。佛告阿难：是维摩诘文殊师利与诸大众恭敬围绕，发意欲来，故先为此瑞应。于是
维摩诘遇文殊师利，此诸菩萨皆欲见佛，至心礼事供养，可供前往。文殊师利言：善哉，行矣，今正是时。维摩诘即以神力持诸大众，并狮子座执于右掌，往诣佛所，道已着地，起手佛足，又绕七匝，依稀合掌，在一面令众香世界诸菩萨即皆必坐，起手佛足，亦绕其匝于一面令。此度诸菩萨亦皆必坐，起手佛足，又绕其匝于一面令。诸大弟子示范四天王等亦皆必坐，起手佛足，在一面令。于是世尊如法慰问诸菩萨仪，各令复坐，即皆受教，众座已定。佛欲舍利弗，汝见菩萨大士自在神力之所为乎？为然，已尽。汝意云何？世尊，我睹其为不可思议，非意所图，非夺所测。尔时阿难白佛言：世尊，今所闻香自昔未有，是为何香？佛告阿难：是彼菩萨毛孔之香。于是舍利弗欲阿难言：我等毛孔亦出是香。阿难言：此所从来？曰：是长者维摩诘从众香国取佛鱼饭，鱼摄食者一切毛孔皆香若此。阿难问维摩诘：是香气住当久如？维摩诘言：至此饭消。曰：此饭久如当消。曰：此饭势力至于七七日，然后乃消。又阿难，若声闻人未入正位，食此饭者得入正位，然后乃消；已入正位，食此饭者得心解脱，然后乃消；若未发大圣意，食此饭者至发意乃消；已发意，食此饭者得无生忍，然后乃消；已得无生忍，食此饭者至一生补处，然后乃消。譬如有药名曰上位，其有服者身诸毒灭，然后乃消。此饭如是，灭除一切诸烦恼毒，然后乃消。阿难白佛言：未曾有也，世尊。如此相反能做佛事？佛言：如是如是，阿难。或有佛度以佛光明而作佛事，有以诸菩萨而作佛事，有以佛所化人而作佛事，有以菩提树而作佛事，有以佛衣服卧具而作佛事，有以饭食而作佛事，有以园林台观而作佛事，有以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而作佛事，有以佛身而作佛事，有以虚空而作佛事。众生应以此缘得入律恒，有以梦幻影响镜中相水中月热食宴如是等欲而作佛事，有以音声语言文字而作佛事，或有清净佛度寂寞无言无说无事无实无作无为而作佛事。如是阿难，诸佛威仪禁止诸所施为无非佛事。阿难，有此四魔八万四千诸烦恼门，
而诸众生为之疲劳。诸佛即以此法而作佛事，使名入一切诸佛法门。菩萨入此门者，若见一切净好佛度，不以为喜，不贪不高；若见一切不净佛度，不以为忧，不爱不慕，即于诸佛生清净心，欢喜恭敬，亦无有也。诸佛如来功德平等，为教化众生故，而现佛度不同。阿难，汝见诸佛国度，地有若干，而虚空无若干也。如是见诸佛色身有若干耳，其无爱慧无若干也。阿难，诸佛色身微想种性界定智慧解脱解脱之见力无所谓不共之法，大慈大悲，威仪所行，及其受命说法教化，成就众生，净佛国度，具诸佛法，悉皆同等，是故名为三藐三佛陀，名为多陀阿伽度，名为佛陀。阿难，若我广说此三句意，汝以接受不能尽受，正是三千大千世界满中众生皆如阿难多闻第一得念总持，此诸人等以劫之受亦不能受。如是阿难，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有限量智慧辩才不可思议。阿难白佛言，我从今以往不敢自谓以为多闻。佛告阿难，勿起退意，所以者何？我说汝于声闻中为最多闻，非为菩萨，且指阿难不特汝也。其有智者不应现夺诸菩萨也。一切海渊尚可测量，菩萨禅定智慧总持辩才，一切功德不可量也。阿难，汝等舍执菩萨所行，是维摩诘依时所现神通之力，一切声闻辟支佛于百千劫尽力变化所不能作。而时众香世界菩萨来者，合掌白佛言，世尊，我等初见此度，生下列相，今自悔则舍离世心，所以者何？诸佛方便不可思议，为度众生故，随其所应现佛国意。唯然世尊，愿赐少法还于彼度，当念如来。佛告诸菩萨，有尽无尽解脱法门，汝等当学。何谓为尽？谓有为法。何谓无尽？谓无为法。如菩萨者，不尽有为，不住无为。何谓不尽有为？谓不离大慈，不舍大悲，深发一切之心，而不忽妄，教化众生，终不厌倦，于四摄法常念顺行，护持正法不惜生命，众诸善根无有疲厌，至常安住方便回向，求法不懈，说法无吝，勤供诸佛，故入生死而无所谓，于诸荣辱心无忧喜，不轻未学，净学如佛，堕烦恼者令发正念，于远离乐不以为贵，不着己乐庆于彼乐，在诸禅定如地狱响，于生死中如圆冠响，见来求者为善施想，舍诸所有具一切志想，
见毁戒人其救护想，诸波罗蜜为父母想，道品之法为眷属想，发恒善根无有期限，以诸净国严氏之事成己佛度，行无限施，具足向好，除一切恶，净身口意生死无数劫，意而有勇，闻佛无量德，智而不倦，以智慧见破烦恼贼，出阴界入，贺福众生，永时解脱，以大精进摧伏魔君，长求无慢，实相智慧，行少欲之足而不舍是法，能令众生如意而不扰累，不坏威仪而能随俗，其神通会引导众生，得念总持，所闻不忘，善别诸根，断众生疑，以要说遍言法无碍，敬十善道，受天人福，修四无量，开梵天道，劝请说法，随喜赞善，得佛音声，身口意善，得佛无碍威仪，身修善法，所行转胜，以大圣教成菩萨僧，心无放逸，不失众善，行如此法，是名菩萨，不尽有为。何谓菩萨不住无为？为修学空，不以空为证，修学无相无作，不以无相无作为证，修学无起，不以无起为证，观于无常而不厌善本，观世间苦而不悟生死，观于无我而毁人不倦，观于寂灭而不永寂灭，观于远离而身心修善，观无所归而归去善法，观于无生而以生法呵护一切，观于无漏而不断诸漏，观无所行而以行法教化众生，观于空性而不舍大悲，观无生法而不随小圣，观诸法虚妄，无心无主无依，本愿未满而福德不虚，智慧不忘，行愿普济，直觉自在，佛性常住，修如此法，是名菩萨不住无为。又具福德故不住无为，具智慧故不尽有为，具大慈故不住无为，起大悲故不尽有为，度众生故不住无为，敬佛法故不尽有为，得相好故不住无为，一切智故不尽有为，行方便故不住无为，达观智故不尽有为，敬佛度故不住无为，佛摄受故不尽有为，济众生故不住无为，是诸法故不尽有为，积善根故不住无为，修福种故不尽有为，满本愿故不住无为，本无愿故不尽有为，心清净故不住无为，心饶益故不尽有为，游戏通故不住无为，成佛慧故不尽有为，道彼岸故不住无为，未寂灭故不尽有为，积善财故不住无为，一了义故不尽有为，即法要故不住无为，随受要故不尽有为，心不退故不住无为，愿未满故
不尽有为，修法本固不著无为，度小圣故不尽有为，除烦恼故不著无为，灭众生病故不尽有为。诸正是菩萨修如此法，不尽有为，不著无为，是名尽无尽解脱法门，汝等当学。尔时彼诸菩萨闻说是法，皆大欢喜，以众妙花若干种色，若干种香，散遍三千大千世界，供养于佛及此经法，并诸菩萨以起手佛足，叹未曾有，言：释迦牟尼佛乃能于此善行方便。言已，忽然不现，还到彼国。见阿处佛品第十二。尔时世尊问维摩诘：汝欲见如来，为以何等观如来乎？维摩诘言：汝自观身实相，观佛亦然。我观如来，前即不来，后即不去，今则不住，不观色，不观色如，不观色性，不观受，不观受如，不观受性，不观想，不观想如，不观想性，不观行，不观行如，不观行性，不观时，不观时如，不观时性。非四大住同于虚空，六入无机，眼处、耳处、鼻处、舌处、身处、意处已过，不在三界，三垢已离，顺三脱门，具足三明，无得而得，于一切法第一无着，无真如界，深入真如，无相续见，因本无生，原无交涉，不一相，不异相，不自相，不他相，非无相，非取相，不此岸，不彼岸，不中流，观于寂灭，亦不永灭，不此不彼，不以此不以彼，不可以致之，不可以实时，无悔无明，无明无相，无强无弱，非静非慧，不在方，不离方，非有为，非无为，无是无说，不失不迁，不戒不犯，不忍不讳，不进不怠，不定不乱，不滞不逾，不成不欺，不来不去，不出不入，一切言语道断，非福田，非不福田，非应供养，非不应供养，非取非舍，非有相，非无相，同真迹，等法性，不可称，不可量，过诸称量，非大非小，非见非闻，非觉非知，离众劫缚，等诸智，同众生，与诸法无分别，一切无得无失，无着无恼，无作无起，无生无灭，无畏无忧，无喜无厌，无已有，无当有，无今有，不可以一切言说分别显示。世尊，如来身为若此，作如是观，以思观者名为正观，若他观者名为邪观。尔时舍利弗白佛言：此长者维摩诘，于何末而来生此？佛告舍利弗：汝可问维摩诘。舍利弗即问维摩诘：汝于何末而来生此？维摩诘言：尊者，汝所得法有末生乎？舍利弗言：无末生也。若诸法无末生相，云何问言汝于何末而来生此？于意云何？譬如幻师唤作男女，宁末生也？
舍利弗曰：无默生也。如其不闻佛说，诸法如幻象乎？答曰：如是。若一切法如幻象者，云何问言？汝于何末而来生此？舍利弗：末者为虚狂法，败坏之相；生者为虚狂法，相续之相。菩萨虽末，不尽善本，虽生不长诸恶。是时佛告舍利弗：有国名妙喜，佛号无动，是维摩诘于彼国末而来生此。舍利弗言：未曾有也。世尊，世人乃能舍清净度而来要此，多怒害处。维摩诘欲舍利弗：与意云何？日光初时与明何乎？答曰：弗也。日光初时，则无众明。维摩诘言：夫日何故行阎浮提？答曰：欲以明照，为之除明。维摩诘言：菩萨如是，虽生不净佛度，为化众生不与于暗而共合也，但灭众生烦恼暗而。是时大众可仰，欲见妙喜世界无动如来及其菩萨声闻之众。佛知一切众会所念，告维摩诘言：善男子，为此众会现妙喜国无动如来及诸菩萨声闻之众，众皆欲见。于是维摩诘心念：吾当不起于座，皆妙喜国铁围山川溪谷江河大海泉源须弥诸山及日月星宿天龙鬼神梵天等宫，并诸菩萨声闻之众，诚意聚落男女大小，乃至无动如来及菩提树诸妙莲花，能于十方作佛事者，三道宝阶从阎浮提至刀立天，以此宝阶诸天来下，悉为礼敬无动如来，听受经法。阎浮提人一登其阶，上升刀立，见彼诸天妙喜世界，成就如是无量功德，上至阿伽尼乍天，下至水际，以右手断取如陶迦伦入此世界，忧持花蛮是一切众，作是念已入如是三昧，现神通力，以其右手断取妙喜世界，止于此度。彼得神通菩萨及声闻众，并于天人俱发声言：唯然世尊，谁取我去？愿见救护。无动佛言：非我所为，是维摩诘神力所作。其余未得神通者，不觉不知己之所往。妙喜世界虽入此度而不增减，于是世界亦不破爱，如本无异。尔时释迦牟尼佛告诸大众：汝等且观妙喜世界无动如来，其国严饰菩萨恒净，弟子清白。皆曰：唯然，一见。佛言：若菩萨欲得如是清净佛度，当学无动如来所行之道。现此妙喜国时，娑婆世界十四挪有托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皆愿生于妙喜佛度。释迦牟尼佛即记之曰：当生彼国，使妙喜世界于此国度所应饶益，其是弃矣。维摩诘仍以右手送归本处，举众皆见。
佛告舍利弗，汝见此妙喜世界即无动佛否？唯然已见，世尊，愿使一切众生得清净度如无动佛，或神通力如维摩诘。世尊，我等快得善力，得见世人亲近供养。其诸众生若今现在，若佛灭后，闻此经者亦得善力，况复闻以信解受持读诵解说如法修行。若有守得是经典者，便为已得法宝之藏；若有读诵解释其意如说修行，则为诸佛之所哀悯护念。其有供养如是人者，当知则为供养于佛；其有书持此经卷者，当知其事即有如来。若闻是经能随喜者，斯人则为去一切智；若能信解此经，乃至依次俱记为他说者，当知此人即为大法施主；若能恭敬瞻仰信解地观此经，世人即为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者。法供养品第十三。尔时释提还音于大众中白佛言：世尊，我虽从佛及文殊师利闻百千经，未曾闻此不可思议自在神通决定十相经典。如我解佛所说意趣，若有众生闻此经法信解受持读诵之者，必得是法不疑，何况如说修行。斯人则为避众恶趣，开诸善门，常为诸佛之所护念，降伏外学，摧灭魔怨，修至菩提，安处道场，屡见如来所行之迹。世尊，若有受持读诵如说修行者，我当与诸眷属供养几世，所在聚落城邑山林旷野有事经处，我亦与诸眷属听受法故，共道其所。其未信者当令生信，其已信者当为作护。佛言：善哉，善哉。天地，如汝所说，无住而起。此经广说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不可思议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天地，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供养是经者，则为供养去来金佛。天地，正是三千大千世界如来满中，譬如甘蔗、竹苇、芝麻、紫绛、丛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或以一节，或以数节而恭敬尊重、赞叹供养、奉诸所安，至诸佛灭后，以一全身设立其七宝塔，纵广依四天下，高至梵天，表刹庄严，以一切花香、璎珞、床幡、伎乐微妙第一。若一劫若数劫而供养之，天地与意云何？其人执服宁为多否？释提还因言：甚多，世尊。彼之福德，若以百千亿劫说不能尽。佛告天地：当知是善男子、善女人，闻是不可思议解脱经典，信解受持读诵修行，福多于彼。所以者何？诸佛菩提皆从法生，以法供养，乃能合菩提相。
若以世间财宝供养，欲与菩提相合，无有是处。佛告天地，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时此有佛，号曰药王如来，应供正遍知，明恒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世界名大庄严，节曰严净，佛寿二十小节，其声闻僧36亿，挪由托菩萨僧有12亿。天地，是时有转轮圣王，名曰宝盖，七宝具足，主四天下。王有千子，端正勇健，能服怨敌。尔时，宝盖与其眷属供养药王如来，施诸所安，至满五劫。过五劫已，告其千子，汝等亦当如我，以身心供养于佛。于是千子受父王命，供养药王如来，福满五劫，一切施安。其王一子名曰月盖，独作思维，宁有供养书过此者？以佛神力，空中有天曰：善男子，法之供养胜诸供养。即问何谓法之供养，天曰：汝可往问药王如来，当广为汝说法之供养。即时月盖王子行义药王如来，其手佛足却住一面，白佛言：世尊，诸供养中法供养胜，云何名为法之供养？佛言：善男子，法供养者，诸佛所说深经，一切世间难信难受，微妙难见，清净无染，非但分别思维之所能得，菩萨法藏所设陀罗尼印之，至不退转，法轮成就六度，善分别意，顺菩提法，众经之上，入大慈悲，离众魔事，集诸邪见，顺因缘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命，空无相无作无起，能令众生坐于道场而转法轮，诸天龙神药叉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侯罗伽乾闼婆等所供叹誉，能令众生入佛法藏，摄诸贤圣一切智慧，说众菩萨所行之道，依于诸法实相之意，明宣无常苦空无我寂灭之法，能救一切牵吝毁尽嗔恚懈怠散乱恶见众生，诸魔外道及贪着者能使怖畏，诸佛贤圣所供称叹，被生死苦是涅槃乐，十方三世诸佛所说，若闻如是等经，信解受持读诵，以方便力为诸众生分别解说，显示分明，守护法故，是名法之供养。由于诸法如说修行，随顺十二因缘，离诸邪见，得无生忍，决定无我无有众生，而于因缘果报无为无证，离诸我所，依于意不依于，依于智不依实，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依于法不依人，随顺法相，无所入无所归，无明毕竟灭故，诸行亦毕竟灭，乃至生毕竟灭故，老死亦毕竟灭，作如是观，
十二因缘无有尽相，不复起见，是名最上法之供养。佛告天地，王子月盖从药王佛闻如是法，得柔顺忍，集结宝衣延伸之具，以供养佛。白佛言：世尊，如来灭后，我当行法供养，守护正法，愿以威神加爱建立，令我得降伏魔怨，修菩萨恒。佛知其身心所念，而记之曰：汝于末后守护法成。天地使王子月盖见法清净，闻佛受记，以信出家，修习善法精进，不久得五神通，具菩萨道，得陀罗尼，无断辩才。于佛灭后，以其所得神通总持辩才之力，满十小劫。药王如来所转法轮随而分布，月盖比丘以守护法，勤行精进，给予此身化百万亿人，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力不退转。十四挪由托人身发声闻，辟支佛心，无量众生得生天上。天地使王宝盖起一人乎？今现得佛号宝业如来，齐王千子及贤杰中千佛是也。过去迦罗鸠孙陀等四佛愚者相继而出，最后如来号曰楼智。月盖比丘，则我身是如是天地，当治此药以法供养，于诸供养为上，为罪第一无比。是故天地当以法之供养供养于佛，以法恭敬供养，于诸恭敬供养为上，为罪第一无比。竹雷品第十四。于是佛告弥勒菩萨言：弥勒，我今已是无量亿阿僧祇劫所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付嘱于汝，如是背经于我灭后末世之中，汝等当以神力广宣流布于阎浮提，无令断绝。所以者何？未来世中当有善男子善女人及天龙鬼神乾闼婆罗刹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要于大法。若是不闻如是等经，则失善力。如此被人闻是等经，必多信要，发稀有心，当以顶受，随诸众生所应得利，而为广说。弥勒当知，菩萨有二相，何谓为二？一者好于杂具文饰之事，二者不畏深意，如实能入。若好杂具文饰事者，当知是为心学菩萨。若于如是无染无浊，甚深经典，无有恐畏，能入其中，闻以心境，受持读诵，如说修行，当知是为九修道恒。弥勒，复有二法，名心学者不能决定于甚深法，何等为二？一者所未闻深经，闻之经不生疑，不能随顺，毁谤不信，而作是言：我初不闻，从何所来？二者若有护持解说如是深经者，不肯亲近供养恭敬，或时于中说其过恶。由此二法，当知是心学菩萨，唯自毁伤，不能于身法中调伏其心。弥勒，
复有二法，菩萨虽信解身法，犹自毁伤而不能得无生法忍。何等为二？一者，轻慢心学菩萨而不教诲；二者，虽信解身法而取向分别，是为二法。弥勒菩萨闻说是已，白佛言：世尊，未曾有也。如佛所说，我当远离如斯之恶。奉持如来无数阿僧祇劫所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若未来是善男子善女人求大圣者，当令守得如是等经，与其念力使受持读诵，为他广说。世尊，若后末世有能受持读诵为他说者，当知是弥勒神力之所建立。佛言：善哉善哉，弥勒，如汝所说，佛住而喜。于是一切菩萨合掌白佛：我等亦于如来灭后十方国度广宣流布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复当开导诸说法者，令得世经。尔时四天王白佛言：世尊，在在处处城邑聚落山林旷野，有时经卷读诵解说者，我当率诸官属为听法故，往诣其所，拥护其人，面百游巡，令无四求得其辩者。是时佛告阿难：受持是经，广宣流布。阿难言：为我以受持要者，世尊，当何名思经？佛言：阿难，是经名为《维摩诘所说》，一名不可思议解脱法门，如是受持。佛说是经已，长者维摩诘、文殊师利、舍利弗、阿难等及诸天人、阿修罗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维摩诘所说大圣经卷下。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